布莱希特的最后提问。冬天意味着发黑的松树，雪意味着没有人的房间里从早到晚的灯光，照耀有人的墓地。卸了妆的骷髅使你更像诗人，把上一个群众角色的一生拖在窗外，意味着参观自己冰冷的笑。玻璃的封面内容是一场暴风雪，死亡的剧目，一座城市的菜谱，让钟声在两个钟点间像掌声，两个你互相被想象，手的丑陋鸟儿书写灰暗天空的赝品，意味着死者早已看到了。这墓碑站在书房窗外，像个吊唁的字，每一根松针的绿最后被租用，让敌对的、现存的、整个完美无缺的黄昏虚拟你的疯狂，问夜有什么？夜死过2次，还奢望什么？